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看丰收每周要闻。在即将结束的2023年中，神复兴的火已经在我们教会点燃，将得救的人数不断加添，教会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火热的服侍主。12月31日主日晚9点半到午夜12点，在教会举行跨年祷告会，有诗歌敬拜、见证、祷告、分发经文红包、茶点分享等，还将按照犹太人过新年的习俗吹角、赎罪、祝福、抹油、迎新，鼓励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参加，领受神所赐的活水、新酒和新油，度过一个有意义的除夕夜。让我们一同经历神祷告的大能，为主兴起，为主发光。神把我们教会安放在横跨纽约市和长岛的迦南美地，多年以来成为社区的祝福，也成为福音的管道。上周教会牧者和理事会代表前往 NYPD 111分局、消防队、邮局、 Adria Hotel、 Little Neck 老人院及周边的邻舍分送 Donuts， 走进社区，关心社区，睦邻博爱，表达教会对社区的祝福。生命和教牧领袖学院最近与 Oral Roberts 神学院和基督工人神学院结盟合作，获得美国及国际神学院协会认证，并将在纽约建立分部。大部分课程以实体、Zoom 线上同步上课。目前有敬拜赞美圣乐证书、全地转化装备证书文凭、圣灵更新关怀证书、小组教会门训证书文凭、教牧领袖证书和教牧领袖文凭硕士等科目供学员选修。1月份教会将推出新一年度装备计划，甄选数门神学课程，采取集体报名、集中上课的方式，鼓励大家踊跃参加。下面请看一组简讯。感谢主，纽约优势频道是以基督教福音价值观为根基的电视频道，每周7天，每天24小时，为华人社区提供健康清新的节目，采用现代网络技术，不需订阅有线频道，输入 www.uchannelny.tv 网站即可收看。纽约优势频道将于12月22日正式上线开播，欢迎弟兄姐妹大力推介及带导，使纽约优势频道成为美东地区有影响力的电视频道。12月24号，教会将安排2堂圣诞节庆典，分别是圣诞主日早晨10点半和平安夜烛光崇拜晚上7点半。内容有敬拜赞美、诗班献诗、儿童敬拜、敬拜舞蹈和圣经剧，欢迎大家邀请朋友一同参加，共度佳节。圣诞节12月25号星期一傍晚6点半，教会举办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迎新晚宴，欢迎新朋友以及在美没有亲人的朋友参加，一同分享圣诞的喜悦。为了方便准备餐饮，参加者需预约报名，服务台有报名表或电话报名，肖师母347-510-7689。本周的丰收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周再会。耶稣爱您，愿神祝福您。